确实。所以这些是，这应该说我。因为我们没有比较酷炫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卖 AI box 啊。哦，这是 AI box。啊，我的客户就是那种有那个很酷炫东西的的 solution 的。OK OK。然后卖过家，然后他叫我们调整，哎，你的那个作业系统帮我调一下什么东西，我说好，就这样子。哦，所以你们也会帮他们，就是排错之类的。肯定要啊，因为不是说放上去就可以用，肯定有一些状况 啊，所以我们就是跟他合作，然后这样子。那我们就是这样子，对啊。而你们不是主要是那个影像截取吗？对，影像截取是这个。好，上面都是。我们已经这个比较久了嘛，啊，我们现在在五六年前跨足了 Jason， 这也是未来的趋，我们认为趋势的。目前看起来也正式朝这边慢慢发展了。就是边缘运算需要越来越就是。边缘运算直接是展现很强的 AI。它跟普通的小电脑有什么差别？很普通的什么？小电脑啊，像是那种哦，因为我们这个里面是 NVIDIA 的 Jason， 它是针对于视觉辨识，视觉运算是很强。Jason 是算 GPU 吗？对，它有 GPU， 它有它其实它整片其实它有 CPU 啦，啊，只是说它 Unbase 的 CPU。OK。啊，所以它可要强调的话，它的 GPU。而且还是视觉辨识的部分，视觉辨识的部分，哦，对对对，在大家视觉辨识的推论，这个是很厉害的。所以它是有 NVIDIA 它自己的软体吗？还是其实它也可以用别的其他软体？其实应该说它本身是 Linux Unbase 的东西。那 NVIDIA 在这整个软体开发，它下足了很多的精力。OK， 那，所以说。他在这个 AI 上面，人家讲 pre-trained model 很多，就是辨识人、辨识车、辨识车牌什么，其实 Coco 他都已经弄好了。OK， 所以你买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他其实就是你，其实他已经帮你都训练好了。对对对对，你就可以直接挑你要哪一个，然后都出有价值的solution。OK OK， 就末端人把它够，所以他前面的做功课都帮你做好了。对对对对对 ，OK OK。那这目前是最好用的。啊，因为也有那种比较便宜叫 SOC 的，那个 SC 上 chip 的那个比较便宜，那可是它的软体开发就需要比较从头开始。对，这个是我们跟他投入合作的一个。这个所以这算新的吗？还是已经其实已经还蛮久了？一直都在更新，一直都有。对啊，可是它一开始出现在六七年前。OK。它目前都在一直在累积。然后它的你也知道嘛 ，NVIDIA 它就是每两年可能一个世代就跳过去了。对，价格不变，它然后世代速度变好几倍。OK OK。对啊，感谢分享。记得要写哦。Avery 啊。OK OK， 谢谢。至少不要露脸啊。哦，谢谢。